其实我还蛮幸运的啊，因为那一年我们走出了台湾，看不一样的世界。这是我的寄宿家庭，然后他们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，还有自己的姐妹。然后我第一次体验到日本那个大头贴，大家应该都有经验。大头贴是我烘焙带我去的，然后我觉得大头贴这个东西真的是值得让人家研究的日本高科技。看，明明是同田，为什么脸色差这么多？眼睛明显的放大。我觉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，就是长崎有一个习俗，就是在中元节的时候，他们会制造就很多艘船，然后他们边放鞭炮，然后抬着在街上游行，然后有时候还会来个疯狂的大旋转，然后我觉得很酷。因为中元节嘛，我们跟他们过得不一样。然后以一个经常看日本校园剧的女生来讲，讲到日本学校，因为一进到学校里面，我就觉得我好像日剧中的女主角一样。虽然我读的是女校，这令我蛮失望的啦。然后，但是还可以。哦，日本人啊，就大家都知道很爱干净。我在路上啊，连狗屎或者是流浪狗都没有看过。然后进到他们学校啊。大家都知道吧，要把皮鞋换成室内鞋。但走在走廊上面，完全看不到一丝丝的脏乱，都很整齐。然后，就我在学校扫地的时候，扫把上面总是会有头发，但我们习惯用脚把它踩下来。但日本人呢，不是我们觉得你要用手去捡哦，用手去捡，反正我们这里这么干净。然后我第一次。就是知道小班制是什么意思，是在日本最近我们班，我看到我们班加上我也只有13个人，所以就算老师抽位置，坐前坐后就都一样。然后日本人很重视就是体育，就运动方面，我在放学的时候，我常常会在路上看到很多人会慢跑，然后连学校的体育课都会有两，就是有两种，但是那是必修的，一种是就球类运动嘛，第二种是他们居然有舞蹈课，就像一些有氧舞操，每个礼拜都有。那我甚至还有那个班级创意舞蹈比赛，然后这个是我在学校的期间有参加公道社，我参加只是因为在日剧里面看到他就是女主角拉弓箭很帅，然后就去参加了，然后。我很喜欢这个社团，因为绝大就是放在这上面很重，用一个礼拜去社团六天，因为我爸妈说没有发烧，为什么不去？不可以随便请假啊！这就是日本人很勤奋，他们不会像我们想要偷，就是不会偷懒。
然后这是我的福伦社，长崎福伦社，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，除了最右边的我，还有我后面那位阿姨以外，这里面全部都是男性，而且平均年龄在65岁。对，就是很可怕。我每次开会的时候，开会都是在中午午餐的时候，然后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小时，但是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的腰好像真的快要断掉了，太严肃了，我都不敢讲话。然后，虽然我寄宿家庭对我妈，就像刚才讲的，他们对我就像就自己的家人，但是有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就虽然是自己的家人，他把我养很胖，是一年啊，也没有到一年，7个月而已，我足足胖了8公斤，有够惨。很可怕哎、欸，你不知道女孩子8公斤就像气球一样吹的圆圆的。好，重点是，这些瘦不下来。好，重点是，那个虽然是家庭嘛很好，但是你不能像自己的妈妈、自己的爸爸一样，在我身上翻来翻去，就像打滚，然后也不能有话就说，然后有脾气就发，然后当然就是最。曾经人家说，就是我们在外面，然后最了解你的人一样是交换学生，所以呢，每个月虽然只有一次开会或者活动，但就是很期待可以看到他们，然后在他们身上翻滚，然后还有到垃圾也不错。